四大天王在形象上是天王的身份。护世天王实际上都是古佛在来世现的应化的。四大天王第一卷，2002年11月9日，日本大阪和宗总本山四天王四荡名，21年1月45年1月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刚才我们听了执事长的开示，知道日本供奉四大天王历史与它的意义，我们非常欢喜赞叹。佛法在经典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一定是先有护法，而后才有弘法，所以护持佛法的功德肯定是超过弘法。弘法不容易，护法是更不容易。什么人来护法？在佛法当中，我们见到护持佛法的人都是诸佛如来。四大天王在形象上是天王的身份，护世天王实际上都是古佛在来世现的应化的。如果不是古佛再来，他怎么知道护持佛法？所以弘法多半是菩萨，护法确确实实都是诸佛如来。护世天王跟我们的关系尤其是密切。我们知道在佛法里面，总护法是维陀菩萨，维陀菩萨他要护持贤劫千佛出世，这是各总护法神。四大天王他是护持我们娑婆世界，尤其是南瞻部洲。由此可知，他跟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。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，这个太阳系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它的辖区，它所护持的范围。天王大慈大悲，时时怜悯苦难众生。可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尤其是南瞻部洲的众生，佛在《地藏经》上说得很清楚，这个地区的众生刚强难化，一定要本地区的众生能够奉行天王的教诲，给天王有更大的力量，这也就是天王护持我们，他要有理由，理直气壮，这才能够护持佛法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天王的教诲，不能够配合他，天王纵然很慈悲，也找不到理由来护持，这是使他很为难的事情。这个道理，事实真相，《地藏经》上都讲得很清楚。佛告诉我们，宇宙、法界、沙土、众生从哪里来的？现在许多科学家都在探索宇宙的起源，生命的起源，这是一切学术的大根大本。研究的人多，说法也有许多种，但是都不能够让大众听了口服心服。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虚空法界沙土众生无量无边，从哪里来的？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心，这是讲真心，实是讲真心起的作用，换句话说，整个宇宙一切众生不离真心，不离真心的作用。这桩事情只有诸佛如来法身菩萨了解的透彻，所以他们说出来的，这叫做正法。为什么？完全与事实真相相应，一点都没有看错，一点都没有说错，这叫正法。如果没有正的这个境界，没有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，
从自己想象当中说出来的，那就免不了有错误，免不了有偏差。这个错误跟偏差，在我们佛法里称之为邪法。所以正邪是从这个地方来说的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今天我们有缘在四天王寺跟诸位同学一起学习四天王对我们的教诲。东方持国天王教我们行大道，南方增长天王教我们积大德，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修大行，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成大果。从这些地方来看，四天王是怎样教化众生，怎样来护持正法。一切圣贤诸佛菩萨教导我们，是出世间一切法，一定要从自己本分上才能够求到究竟圆满。如果不从自己内心行为上去求，那你的方向道路是完全走错走差了。这个理很深，是很广，我们学佛要懂得这个意思。成就道德在此，成就智慧也在此，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福德无不在此。所以佛学称之为内学，内就是向心性当中去求。成佛是从心性当中求得的，佛度一切众生也是从心性当中求得的，真的所谓是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从心性当中求，这个就是佛法，就是真实智慧，真正觉悟之法。佛称为大雄，你看供佛的这个大殿称为大雄宝殿，这个雄是中国人讲的英雄豪杰。为什么称佛为英雄豪杰？世间人有福报的，有能力的，能够战胜一切敌人，甚至于有能力毁灭三千大千世界，那都不算英雄。真正英雄豪杰是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战胜自己的生死轮回，这才叫英雄豪杰。我们对于佛陀的心行，对于佛陀的事业，对于佛陀的教诲，你仔细去观察，这才是大事业，英雄豪杰的事业，值得我们敬仰，值得我们效法。信实就是心性，没有形相，它能够现一切形相。所以是现在九法界，以种种不同的身形，为众生说种种不同觉悟的方法。在名号当中，尤其是最明显的显示。像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，就是他在此时此的这个地区这个时段教化众生的宗旨。在此时此的这里面所有的众生对人没有慈悲心，所以佛的名号上用释迦。释迦翻成中文意思是能人，能以仁慈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。现在此的众生心地非常烦躁，不得清净，所以名号里头用牟尼，牟尼是寂灭的意思，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这些烦恼习气统统都把它灭掉，这是牟尼的意思。所以牟尼是自利，释迦仁慈是利他，自利利他就是诸佛如来法身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唯一的一桩大事业。世尊名号里头尤其是牟尼这个意思，我们要非常认真努力来学习。从什么地方学？在顺境善缘这个环境一切都很顺利，
善原是一切都是善人，善知识，在这里面决定不起贪念，不起愚痴，你心就清净。在逆境，在恶缘，环境不好，遇到的人都不是善人，都是自己很不称心，不如意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没有一丝毫的甜惠。换句话说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都能保持你的清净心，保持你的平等心。清净平等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这是牟尼真正的意义，真正的好处。佛菩萨的名号是教化众生，天王的德号也不例外，也都是教学的方法。东方持国天王，持是保持，国是国家。从这个名号当中，我们就晓得这是护法，怎样能够保持你的家，怎样保持你的国。当然，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，从最小的地方来讲，怎样保持你的心，怎样保持你的身。中国儒家讲，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持国天王就是教我们这些道理，这些本领。我们学会之后，确确实实能够走圣贤、佛菩萨的道路，不至于做错事情，不至于堕落在三途六道。持国落实，那就是敦伦尽分。敦伦，伦是伦常，分是本分，伦常是完全与性德与自信与大自然相应的行为。在中国古人讲的五伦，五伦第一个是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这是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。敦是什么意思？敦是诚诚恳恳，用真诚的心、恭敬的心来对一切人，知道这一切人和自己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是一体的，能够真诚恭敬的对待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来推广。敬分，分是我们自己的本分。佛菩萨没有自己，佛菩萨是现在这个世间无我、无私无我。他的本分是什么？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，这是他的本分事情，其余一切是附带，是助缘，正行是帮助众生觉悟，所以佛法的宗旨是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诸佛菩萨是现本分的工作，本分的事业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。方法、手段无量无边，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诸位要晓得，他的目标、他的方向只有一个。帮助众生觉悟，首先要帮助自己觉悟，自己不觉悟，怎么能帮助一切众生觉悟？自己迷惑，会引导一切众生迷惑。所以，首先要帮助自己觉悟，这叫行大道。诸佛菩萨，我们用凡夫的话来讲，大家容易听懂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我们晓得那当然都是示现的，无一不是帮助众生觉悟。他示现的形象，帮助众生觉悟，让众生看了之后能醒悟过来。言语的教诲，古大德常讲，菩萨心肠，苦口婆心，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是为自己的，都是为众生，帮助众生醒悟过来，帮助众生开智慧，帮助众生回头。
佛菩萨的形象言语在哪里？在经典当中。所以我们要真正向佛菩萨学习，决定不能够离开经典。对经典要诚信，要理解，而且要有深度的理解，要把它做到，变成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行为，自己的言语。佛法你真正学到了，天王也真正护持你了。东方天王在中国的造像，手上拿一柄琵琶，这是乐器，这个乐器代表中道。我们知道弦乐器一定要把它调好，如果弦太松它就不响，太紧它就会断掉，一定要调的适中，代表儒家讲的中庸之道，用中，不能够不到，也不能够过分，做到恰到好处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对事对物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懂得中道。中国古人常讲，要懂得分寸，要把分寸拿捏得很准，不过也不能够不到，这就是最殊胜的方法。佛家讲中道第一义谛，儒家讲中庸，都是主张用中，用中才是最好的方法。南方增长天王，增长有积极有消极，这是对于善法跟恶法来说的。正如三十七道品里面讲的四正情，这四种如果是恶法不是善法，我们要勤奋地把它断掉，如果是善法，我们要勤奋地助长，要叫它增长。所以这里面有邪与正，贤邪存诚，这是积大德。诚是邪的反面，我们通常讲邪正、诚、实正，或者是讲善、诚是善、实正是善，我们要存。邪，这是讲一切不善的，我们要防止，贤，当作防止讲、预防讲。我们要懂得预防邪知邪见，一切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行为、错误的言论要懂得防止。存诚，常存真诚心，永远存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、慈悲的心，这就是积大德。我们也曾经在经典上读到过魔来破佛法，其实佛讲得非常好，佛法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破坏佛法。佛讲的这个话是真实的。魔王也很聪明，他的手段也很高明。他说，到你末法时期，我让我的魔子魔孙统统出家，披上你的袈裟，把你的佛法灭掉。当时释迦牟尼佛没有说话，只是流眼泪，没有说话流眼泪。这是不是魔真的能够破坏佛法？不是的。佛流眼泪是有两个很深的意思，一个是怜悯魔王魔子魔孙，一个是怜悯一切众生。因为佛法是决定不能破坏的，魔所破坏的是什么？是他自己造罪业，将来必定堕地狱。佛看到这些魔子魔孙造作极重的罪业，这是怜悯，流眼泪是怜悯的意思。第二个是一切众生的度的机缘，就是闻法的机缘被他破坏了。佛流眼泪是这个意思。至于佛法是决定不能够毁坏，它是自信，什么力量也没有办法毁灭自信。
又何况诸佛菩萨，我们在《大放广佛华严经》里面看到，他们教化众生、利益众生，那个范围是遍虚空法界。这个地方有障碍，那个地方去了，那个地方有障碍，别的地方去了。所以魔的力量，自己以为有力量，其实他想错了。他所造的这些业跟佛菩萨不结罪，佛菩萨永远大慈大悲，换句话说，决定不受他的影响，决定不受他的障碍。他障碍凡夫，他障碍九法界众生的度的机缘，所以他结罪，跟佛菩萨决定不会结罪，跟一切众生结罪。实在讲，他是跟众生过不去，而不是跟佛菩萨，与佛菩萨毫无干涉。这个事理，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。真正的佛弟子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他的标准是对于佛菩萨的教诲，他能够诚信，他能够理解，他能够奉行。这样的人必定是烦恼轻，智慧长，换句话说，他的业障天天在消除，他的福慧天天在增长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必然的现象。如果我们学佛，果报跟这个是相反的，我们的烦恼习气天天增长，智慧不开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反省，我们要检查自己，肯定自己修学犯了错误。如果不犯错误，如理如法的修行，果报一定是殊胜。就像佛在《阿难问世佛及凶经》里面所说的，他的果报一定是邪偶，决定不会有不好的这种现象发生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诚信佛陀的教诲，理解佛陀的教诲，奉行佛陀的教诲，这是九界众生第一善行，第一好事。凡夫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犯错，很容易造业，而佛菩萨不会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凡夫他有我，执着这个身是我。有我，当然就有利害得失。如果对自己的利害得失有了冲突，他烦恼习气自然就现行，这是造作一切不善业的根源。佛菩萨为什么不会犯过失？佛菩萨无我。我们在《金刚经》上读到的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。无我，他当然就没有利害得失，所以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平等的，永远是真诚的，这是积大德。道理在此地。我们要学佛，从哪里学起？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对五欲六尘的贪念，放下贪甜痴慢，入佛的境界就不难。如果这些东西不能放下，我们学佛实在讲只能学个皮毛，而没有办法契入佛的境界。佛菩萨他们的受用，我们不但得不到，实在讲我们也无法想象得到。这里面的障碍究竟在哪里，不能够不清楚，不能够不把它断除掉，断除掉之后，我们的智慧福德自然就现前。为什么？智慧福德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宝剑，
见代表智慧，我们常讲慧见。文殊菩萨手上也是拿剑，剑代表智慧，说明智慧比什么都重要。在世出世法里面，唯有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。所以佛法求的是什么？就是求智慧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都有像如来一样的智慧、能力、相好。这是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由此可知，我们圆满的智慧、圆满的能力、圆满的相好，为什么会失掉？就是因为我们有妄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，把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这些德能障碍住了。只是障碍，并没有丧失。我们把这三种障碍除掉，自信的德能就圆满现前。一切众生这是平等的，所以佛法里讲平等是真正平等，智慧平等，能力平等，相好是我们常讲的福报，没有一样不平等。我们对佛这个开示能不能相信？能不能理解？果然能信能解，我们就得奉行。奉行怎么行法？要把执着放下，把分别放下，把妄想也要放下。这是真正听从佛菩萨的教诲，我们才能够契入佛菩萨的境界。入佛菩萨的境界，就是恢复自己的性德。佛法的教学很少谈玄说妙，很少讲这些非常高深、高深莫测。佛不是这样教人的，佛如果这样说法，慈悲就没有了。佛法教众生，一定契合众生的根性，契合众生的程度，非常平易近人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根性是利的还是钝的，是聪明的还是愚笨的，一定是人人都能够听得懂，人人都能够明了，人人都能够觉悟，佛才能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，帮助一切众生回头是岸。务必能够将他的教诲完全变成我们自己思想见解，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用在工作里头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做一个纯净纯善而没有丝毫过失缺陷的人。这个人我们就称他为佛菩萨，我们称他为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明白的人。这是我们学佛不能够不懂的。天王教我们天天要增长智慧，要增长道德，要增长能力，要增长福报，样样都要第一。明天是日本世界和平纪念日，我刚才看到月份牌上写着11月11号，四个一，很有意义，四个一都是第一，没有第二。在一年当中，四个一直有这一天，这是表示平等，平等才能和睦。每个国家都第一，每一个族群都第一，每一个宗教都第一，每一个人都第一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一定是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所有一切冲突都能化解，和平、幸福、美满自然就能够现前。这是增长天王教导我们的。四大天王第二卷，2002年11月9日日本大阪和宗总本山四天王四荡名，21年1月45年2月。诸位同学，我们接着再看
西方广目天王，广目观照世间修大行。天王手上拿着是一条龙，或者是一条蛇，龙跟蛇都是代表多变化的，说明这个社会人是变幻莫测。取这个意思，让我们要能够看清楚，看明白。另外一只手上他是拿一个宝珠，这个宝珠是代表不变，换句话说，人事物虽然变幻莫测，佛菩萨掌握到永恒不变的真理，以不变来应万变，人事才能够摆平，才能够真正做到如理如法，帮助这个社会和谐安定，帮助人民觉悟幸福。事出世间法都讲求缘分，有智慧的人他能够认识缘。缘用我们现在话来讲，就是机会，他能够认识，他能够掌握，他能够运用。运用的如法，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的建大功、立大业、成就无量无边殊胜的功德。如果运用不妥当，与性德相违背，与人情相违背，那就造成祸害，它的结果当然也是相反的。它造极重的罪业，令这个世间一切众生要受苦，要受难，这样的果报当然是三途地狱，它是没有法子避免的。诸佛菩萨虽然慈悲，也没有办法帮助他。天王教导我们行大道，积大德，自然成就了大行大果。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还要用个修字？这就是真实慈悲的流露。天王也是佛菩萨示现的，在他们的分上没有一样不圆满，但是众生不圆满，要做样子给众生看。所以还是用一个修字，是修给众生看的，这才是真实慈悲的流露。众生的习气，无量劫来养得非常深重。听，一遍听不懂。所以要一门深入，长时期的熏修。佛是门中，不舍一人，往往佛为了帮助一个众生，经过千年万世，累劫都不舍，都照顾，总有一天他会回头。但是这一天究竟有多长，那就很难讲，有的人亿万年，有的人亿万劫。所以佛菩萨的恩德，只有佛菩萨知道，众生永远无法想象的。由此可知，菩萨修行是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。为自己，哪里会到六道来？会到九法界来？没这个道理。为自己修行，肯定是在一真法界。但是在大乘法里面，特别是大乘原教，一真法界跟九法界是一不是二，所以为别人才是真正成就自己真实功德。譬如现在这个世间，已经很久很久疏忽了圣贤的教诲，几乎现代人把什么叫圣贤都忘掉了。70岁以上的人，你跟他提起来，他还有一点模糊的印象，70岁以下的，已经很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印象，40岁以下的，就非常困难，可以说在他印象当中，对于圣贤教育这个名词早就不存在了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提倡圣学之道，提倡宗教教学的教育，在佛家讲是教化众生，当然是非常非常困难。真正帮助诸佛菩萨，
帮助众生的人少之又少，而破坏的可以说是多之又多，破坏甚较那多如牛毛。这是随喜赞叹，真正学习的那是凤毛麟角。由于这么一个因素，所以这个世界才有劫难，劫难真正因由在此的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如果我们要挽救众生的劫难，那就不能不恢复圣贤的教诲。我们落实到现实生活上来观看，现代的人病根在什么地方？在愚痴，在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，甚至于没有能力辨别利害得失，这是真可怜。对治这个问题，诸位想想，除了教育之外，还有什么方法能对治？归根结底，我们才能体会到古来这些大德们为什么那么重视教育。在中国《礼记》里面所说的建国君民，教学位先。建国是建立一个国家，建立一个政权，君民是领导全国的百姓，什么最重要？教学。我们看看晚近，从满清灭亡之后，民国成立。民国成立到今天九十多年，在九十多年这样漫长的时间当中，把教学疏忽了。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，建国的确是非常重视教育。蒙古人入主中国，满清入主中国，他们为什么能成功？成功在教学。民国为什么失败？失败在疏忽了教学。这个教学，我们特别要着重在伦理道德的教学，疏忽了。今天偏重在科学技术，偏重在工商业。这种教学的后果，我们现在看到了，整个世界动荡不安，人心都没有安全感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思维过？这个因素不是别的，失去了圣贤的教诲，这是世人真正的危机。中国古人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，心里面没有圣贤教诲就是心死了，这是最悲哀的，最可怕的一桩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失去了辨别真妄、是非、邪正、利害、得失的能力，这才是真正的可悲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这是德，这是永恒不变的。在佛法里面，佛给我们讲的净业三福、六合敬、菩萨六度、普贤十愿，每一条都是性德的圆满流露，这也是永恒不变，就像天王手上拿的宝珠一样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这个世间无论它怎么样变化，无论怎样乱，大乱之事，我们能够守着不变的性德，在乱世一样能够成就自己，一样能够感化众生，这就是修大行。现代社会的一般年轻人不知道孝养父母，我们怎样教化众生？那就要做出孝养父母的榜样。父母年岁大了，让他平平安安地度过他的晚年。不但在物质生活方面要照顾好，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。不仅他这一生能够过得很幸福，希望来生要往上提升，不能在六道里头向下坠落。
我们有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？所以我们想建弥陀村，想了20多年，原不具足。这个意愿我们没有放弃，等待机缘成熟。我们相信这个世间人有这个福报。虽然他们的业障很重，障缘很多，只要我们坚定信心，绝不舍弃，相信佛菩萨会保佑，能够把这桩事情做成功，做好，做出孝养父母的样子给社会大众看。不一定是自己的父母，我自己的父母都不在了，但是这个世间许许多多人的父母都在，我们尊重孝养别人的父母，就是孝养自己的父母，就是教化一切众生回头随顺性德。这一次我们到日本来访问，来参学，在此的我看到后面的匾额上写的是和敬处和，他们对于和非常重视。在这个地方看到许许多多的道场，他们把自己的老师供养在主要的殿堂里面，佛菩萨供养在次要的殿堂里面，把尊师重道刻意的显示出来，这是教化众生。现在这个世间孝道没有了，师道没有了，天下哪有不乱的道理？圣贤人的教诲是在师道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日本人重视孝道，我们处处都能看见。中国在过去，每一家都有祠堂，年节都举行祭祖。祭祖是家族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聚会，借着祭祖这个聚会怀念祖宗的教诲，真正做反省忏悔的功夫，改过修善，希望把祖宗的教诲都能够圆圆满满的做到。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当我们上学的时候，父母叮咛嘱咐一定要听老师的教诲，所以我们接受老师的教诲就是孝道的表现。为什么接受老师的教诲？父母教的，能受父母的教诲就是大孝，所以孝底下中国人加一个顺字，孝顺，不顺父母教诲，这是大不孝。圣贤的教育就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。在佛法里面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教孝亲，教尊师。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，这部经是佛门的孝经，是大乘佛法的基础。我们要懂得效法古人，向古大德学习，他们都能够以身作则，他们自己修孝道，教子孙敬老师，不但教儿女，他也教导社会，这是道德的流露，这是道德的实践。我们今年祭祖先这个缘成熟，我们在香港建立一个万姓先祖纪念堂。中国幅员很广，族群很多，现在统计中国的姓氏大概有22000多个姓氏。在从前我们只讲百家姓，百家姓只有450多个姓氏，没有想到现在的姓氏有22000多，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有12000多个。我们建立一个纪念堂，每一家的祖先我们都供一个牌位。今年冬至我们第一次举行祭祖，我们是祭全国每一个姓氏的祖先。这是提倡孝道，纪念祖先，不忘祖先对后人的教诲。
我们希望能有缘分，真正建立一个如理如法的弥陀村，做出孝养父母的榜样。我们记住老师的教诲，这一生当中，但开风气不为师，这是好事情，这是我们这一生对祖宗、对老师、对社会、对自己真正做了一点点好事情。在这个乱世，如果不能帮助众生，帮助众生是要靠缘分，没有这个机缘，我们能做这么多就算不错，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把握往生净土。果然如理如法的修行，这个目标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只要你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做。我在讲《无量寿经》的时候跟大家说过，如果把《无量寿经》100%都做到，这里头的道理我都懂，我相信我依教奉行100%的做到，你肯定是上上品往生。如果100%做不到，我能够做到90%，你就是上品终身；做到80%，你就是上品下身。这样子慢慢往下降，降到下品下身，你要做到20%。如果20%都做不到，你这一生往生的机会就没有了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所以，经不是叫你念的，也不是叫你讲的，讲的天花乱坠，没用。这从前李老师常常叮咛，嘱咐我们，经要做，要落实，认真努力去做，能做多少你就做多少，希望年年能够增长。到你的晚年，我也曾经说过，你有一天，你有一个星期真能够100%做到，你就取上上品往生的资格。这是不受外面环境影响的。弘法立身的机会会受环境影响，自己修行往生不受环境影响，是你肯定可以做得到的。为什么不去做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要能够时时刻刻体会觉悟的人，他们的用心，他们的行持，自己要怎样来学习，成就自己的道德，成就自己的学问。有许多人谈到这桩事情，都感到说得容易，做起来太难。没错，做起来是难，但是这个难关不是不能克服。克服自己，古德说的，这不是我讲的，克己的功夫是英雄，是豪杰，是佛，是菩萨，是大圣大贤。凡夫做不到，他能做到，他能够放弃自己的妄想执着，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能随顺性德。我们并没有明心见性，什么叫性德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圣人他们所作所为留下来这些经典，那些经典就是我们自信性德的流露。因此我们能够随顺经典，随顺圣贤的教诲，就是随顺自己的性德，那就没有错，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。所以经不能不念，不能不求解，不但要求解，要深入。佛在经上劝导我们，深解意趣，你解的浅不够，你要解的深，你要做的彻底，才能够改变自己，才能够帮助社会，帮助众生。看看世间人哪些地方违背性德，我们要做出好样子来给他看，作为一个补救，
这就是为一切众生修大行。广目天王教我们细心多看，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，唯有多看多听才能够增长道德，增长智慧，增长德能，增长福德。多闻天王这里面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常时熏修，尤其是对于现前的社会，现前社会年轻人没有耐心，学东西总希望学简单的，时间短的，很快就能学成的。看到分量多一点，如果需要时间长，他就厌烦。尤其是圣教，决定不是学一遍、两遍就学会了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古大德亲近善知识，至少都是十年根性力的。如果中下根性的人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，有很多很多人亲近老师，一直到老师过世，他才离开老师。老师在，一天都不肯离开。实际上，他的道业、学业早就成就，为什么还跟在老师面前？没有别的，现身说法，给后来的同学看，亲近老师的时间越长越好。这是现身说法，这就是慈悲的表现。他能够真正体会到老师的心意，真正体会到大圣大贤教学的意趣，他是以身作则，以身来行道，来感化后学，给世人做榜样，非常非常的难得。事相虽然很复杂，说之不尽，最重要的我们要能够掌握到原则。最高的原则就是随顺性德，要真正有心为苦难众生，为一切造作罪业的众生，做出一个觉悟的样子，做出一个回头的样子，做出一个持戒忍辱的样子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，不但能够消除自己的罪业，同时你能够得到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的拥护。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，真修的人少了，如果真的有一两个发心真干，古人所谓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我们自然能够想象到一切诸佛都赞叹你，一切诸佛都在加持你，肯定的道理。我们为什么不发心？为什么不认真的去学习？多闻天王手上拿的是伞盖，伞盖是表防御污染，成就纯净纯善。由此可知，菩萨从初发心到净菩萨的，净菩萨的就是等觉菩萨，菩萨的到了顶点，到最后了，就是等觉，换句话说，从初性位到等觉位，都要时时防御染污。在初学，要防御见思的染污、尘沙的染污、无明的染污。证得阿罗汉果之后，见思断掉，这个染污没有了，但是还有尘沙，还有无明。纵然证的菩萨果位是法身菩萨了，尘沙染污也没有了，还有无明的染污。天王教给我们防御无明染污，一直到等觉位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，才是真正的纯净纯善。由此可知，天王护持是护持你从初发心到圆满成佛，都不离开你，这个恩德超过父母太多太多。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一世的，天王对我们的恩德是生生世世，永远没有间断。我们自己要能够明了，
要能够体会，我们怎样来感恩？唯有依教奉行。我们知道护法的恩德，报恩的心才能够生得起来，知恩报恩。我们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看到，佛教导二地菩萨，这是登了的。二地菩萨修行有八个科目，知恩报恩是其中一个科目，所以二地菩萨才知恩。我们想想，知恩真的不容易，他根本不知道恩，他报恩的心怎么会生得起来？以我们现实社会来说，父母的恩，子女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他要知道，他当然就孝顺。他为什么不知道？没人教。老师的恩德，那更不必说，更不知道了。在古时候，父母教儿女知道老师的恩德，要报答老师，所以是父母教的。父母的恩德是老师来教，老师教学生，告诉学生父母恩德之大，两个互相在教。现在是父母也不说老师恩德，老师也不说父母恩德，变成统统都不知道了。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，二地菩萨才真正明了父母恩、老师恩、护法恩、众生恩，这真正明白了，报恩的心油然而生。用什么方法报恩？唯有心行随顺性德，随顺经教，依教奉行。这些年来，我们提倡四好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用这四好来总报大恩大德。这里包括父母恩、老师恩、护法恩、众生恩，统统都包括。力行四好的人，这个人是真正的佛弟子，即使他没有受过三规，他也没有受过五戒，我们深深的相信，一切诸佛都肯定他是如来真子。种善因得善果，我们要学佛，要学做一个好人，首先要肯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儒家大德告诉我们，人性本善，以这个为基础来修自己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佛又告诉我们，心量要大，量大福大，心同虚空，量周沙界。我们的真诚心变虚空法界，我们的清净心变虚空法界，我们的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无一不是周遍法界，包容一切众生。说好话，言色要柔和，言语要诚实，真正做到不妄语、不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不恶口，恶口是说话粗鲁，不绮语，绮语是花言巧语，存心欺骗别人。这四条是佛家的大戒。十善里面讲四种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。五戒里头只说一条，不妄语。这句不妄语把十善里面这四句统统都包括在其中，这是佛法修行的基本大法。如果这一条做不到，连初学入门都不可能，就更不必谈向上提升。换句话说，佛这一条戒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，这一条戒做不到，失掉人生就不能再得人生。什么时候你能够再得人生？你什么时候能想起这一条戒，能把这条戒认真努力去做，
你才在能够的人生。由此可知，这一条戒律的重要。行好事，什么是好事？起心动念，一切作为，一定要想到对社会有利益，对众生有利益，对于正法常住世间有帮助，这是好事。如果对众生不利，对社会不利，对正法不利，那你所做的是大恶事，不是小恶事。不但是行为，连起心动念都要想到。如果我们的心好，言语好，行为好，这就是好人。好人是人中之宝，好人是真佛弟子的基本条件。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好人，你看看经典上，我们展开经卷常常念到，善男子善女人，那个善就是具足四好才称为善。佛弟子都是善人，不善的人不是佛子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懂的。真正做到四好，一定得到四大天王护持，四大天王保佑，四大天王拥护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成就道业。今天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个地方圆满，谢谢大家。